好，现场计时开始，加油！加油！而且它很滑溜，我刚刚有试过，很不好啊，很不好啊，很不好！我太阳哦，来来来，哎呦，王总现场你很厉害耶，很稳哦，你出来了，加油加油！3、2、1，停！这个不能算，这个不能算了。好 ，OK， 我们请收手，夹子请放下。要麻烦这两位呢，把你们这个爱的小屋当中呢，我们要来这个算一下哦，你们这个刚刚成功的移动了几颗爱心到我们这个爱的小屋当中，要来数一下，公平公开公正，公平公开公正。好，那我们就是把你们这个颗数放在桌子前面。黄总警长，你有几颗？4颗。4颗。妮妮，一二，哎，多一颗。多一颗。很难哦，不简单，对不对？所以今天的这个 PK 趣味竞赛是我们的这个妮妮以一颗不小心胜出，对不对？ OK， 不管怎么样，给这个台上的这两位参赛者最好的掌声鼓励，谢谢。那我们最后的功力给这个妮妮送一下，问她一下，刚刚这个感觉手也很麻。觉得像刚才执行长讲的，要先预防嘛。对，我觉得这很重要。如果现在这个年纪就要开始健走，预防，对。对对 对, 对，预防胜于治疗，对不对 ？OK， 所以呢，我们要麻烦这个两位贵宾，我们呢稍微往上一步回到台前。那呢，刚这个进行完是一个蛮趣味的，算是好玩的这个小竞赛之后呢，台上就真的要来做一个宣布我们这个公益活动“门诺爱永远”这个公益箭怎么样来正式起跑的仪式了。所以要麻烦我们这个工作人员，也是把这个。